为了庆祝我突破 300K 订阅，我决定接受 Steady Gang 提出的挑战，就是这位底线 Y621 底线关于实验类型的影片。所以我的实验就是在我的工作室做一个室内泳池。我有害，好，你跟我进来。由于工程太大，我还找来几位帮手。我们做一下咯，我们到外面叫你。还有几位 KLF， 有人会进来吗？哎，你这么躲在那边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完成这次的实验呢？旁边围住的东西围起来，等一下水就这样子进去。这个东西装得到水是，我老妈都删掉我的钱了。你给我删走你的钱，不要删，你转给我。哎，有令真的会来吗？哎，他们看完电影出来。比较想看有令穿比基尼。有令没有穿比基尼，但是我要一来我就丢有令下来。哎，你们不要看这样几片几片三价，反正每片一千块了。不用紧，你看这边再下楼一点。耶，拿铁锤来。这边直接去这边了，来。那边啊，那边两米啊。OK，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因为它太长了，然后这整个板太乱了，所以我们就弄两个水池出来，比较稳一点啊，不会等一下一装水下去就倒。看哪里漏水，看哪里漏水啊，那边有没有漏？我就看里面的嘞，看外面的嘞。现在重点来了，水要下去了，可是这样子的水量不懂要什么时候才装满。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撑住下去吗？现在是11:30，应该是2:30的时候。哇哦，来不灵不灵，先倒球。要搞。一二。啊，然后这个也丢过去。喂！凉凉，有看到你童年时光吗？你很爽感觉。很爽，我想跳下去。现在这个水哦，感觉上好像很久才好。不然我如果在这边等到它满了过后，我会被浮起来。OK 吧，试试看呐。来呀、啊！等久我要等久我，你可以睡着了。放松就可以浮啊。对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？你可以不要射那个地方吗？很冷呢。进来几趟？不要进来了，六趟啊！你们是不打算下水的？哦，我有说，就下水啊！这样一起趟，捧到他那个，反正在那边打一下王者，应该是会也很爽。啊，先跟你们讲，他是游泳教练的耶。如果他不浮上来呢，那个教练可以不用找啊。不过男生一般上下半身都起不来。因为我们的肌肉的构造比较结实一点。我相信今天做了这个 content 过后呢，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讲，你们这些人在浪费水、啊、浪费板啊，浪费资源啊，浪费钱啊，什么非洲小还没有饭吃啊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看影片看重点啊，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啊。现在你们看到这边哦，这样小个、哦、原本我们还有做这边的这个地方，可是因为这个板啊，全部东西啊太松了，如果我们做太大哦，它会摇。今天最重要还是第一个完成在室内建造游泳池的 YouTuber。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们呢，要等了，请记得订阅我们 Steady Gang。 这边全部都是新的 YouTuber， 以后要加入我们白不了耶。 Sharing Gang。 现在是求战的花椒葱了没？对不起，狗狗。看，哦，买了这样多粒球哦，有一个野种。你用这里丢我，我用这里丢你。不要。不知道两步，知不知道拿这里？一个拿这里。石头剪刀布，两步。哈哈哈哈哈。没事。哇。痛吗？不痛吗？你先。你地方看来没反应过。
半个小时后看一下这个水的成绩如何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无聊到没有事情做，我们来玩一个憋水。OK， 这个游泳教练吗？保险吗？这个不懂在做什么的、啊，这个啊小白羊啊，做什么？啊 trick shot 啦、啊、哈！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谁憋气比较久。And three, two, one, go！ 我要进行捣乱。哎，刚才投下去，哎，这么你这样快的，哟，这么你又这样快，一点点诱惑都不可以的。喂，你也是很巴料的你，没有要弄他，他是教练啊，他是教练，一定要弄他。射他的耳朵。啊！哇，你很差嘞。OK， 我要玩反应，我要一个一个碰他们的球。哎 ，three, two, one， 射 ！OK， OK， 九、okay, 九、okay,。我也有打算，有一个硬我要说完，你不要给我进来啊！你进来，你找谁讲啊？我有几个？我有赖，有赖。然后你跟我进来。达达，你同我进来。可以，等一下，我等水到你先。教练会进来吗？教练，你要问他。他有带衣服来吗？没有咩？哎，你这么躲在那边。谁去追你？反反，这个肿瘤应该是切不掉了。你看移过去。哇，老伟，哎，保险的，我中奖子都没有。我一个月还一千多块的，可以赔到多少？五六百千啊！我要快点赔出来。就是这个水一晃晃两下嘞，这个板就会这样。不懂会不会成功啊？如果今天成功的话，哦，你们不要吝啬你们的那一个 share button 哦。哇，可以疯了哎！哇，这样如果我上去的话，会疯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因为它比较轻，所以可以。那你们玩那个，不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翻飞的小鸭，你们做鸭哦，我们在外面钓你们。去过翻飞吗？钓小鸭那种，来来。来我们已经在这边发明了749种游戏了，是没？讲两种出来就好了。现在应该可以播了，我觉得。可以，很好很好，你啊，你啊，还是没有播，我感觉。我要看这个东西到底要怎样收掉，我是不会帮他收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真的没有吹牛。为什么你这样信任我们啊？啊有，头顶啊头顶可以，头顶可以，头顶可以，OK， 肥泥鳅，肥泥鳅，哈哈哈哈哈，面开始在漏住水了，所以有点担心这个content有点完成不到，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，只要它到一半以上嘞。我们就算成功，已经收起来了，已经算收起来了。突发状况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先开掉了。里面要有一个人在拉。我的气没了。不可以哦。我已经用尽全力了。要摇嘞，最来，最来，二三，哇！哇！我真的用尽全力拉到尾，下去，哇！开船，开船！真的，真的，说的，你现在我跟你讲，你的筋膜一直撸住啊！妈的，我随时随地我在哪个？在哪个？哦哦哦！用尽全力。这样要抽水着啊 ？OK， 抽水会抽吗？会啊，达达来，来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水抽掉先。哎，原来我没有用力。
没吃完，用完吃完的奶液呗。已经完了，这300K 的 content 就是这样失败了啦。哦，这个是300K 的。打了一个脚这样子拉住，对啊，我们300K 就是这样庆祝，兄弟们。我们这样子戏，我看是要明天了。妈个鸡巴，这个水是臭的。想不到我们的300K 就这样子，我们进完水了，再吐水。我看一下300K 这个是证实啊，哎呀，之后的600K 都是自己做到自己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分享、按赞。换人拿，哎呀，你不要拿，你拿这个 plastic。怎么你一直怪我嘞？因为你一直怪，我完全没有怪关到他的洞，我只是看他有没有感觉。如果你一直关住他的洞，不可以关他的洞，要开才可以进。不然那个水进不到。对，东西要放进去要开，开了还要有水过滑滑，才可以入进去。看嘛，美女偷看我冲凉啊！你怎么了？我冲凉有人偷看啊！哎，柳令，你这么很喜欢看人家冲凉是吗？柳令，明天的影片，就是进水跟出水罢了啦。水为财嘛，所以兄弟们，敬你们一杯。来你个破盖，我唔系破盖，我系客。你客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现在很浪费又很失败的感觉。好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不会再做了一次。哇，老魏，我们一定会再做一次啊！一定再做一次，下次一定成功。如果看到上面有个红色，你拍下去，记得vlog啊！拜拜。哎，上面可以要精神点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我站在你的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Yeah.